男团 TFBOYS 的王源近日被爆出恋情消息，引发网友热议。网络上疯传一张王源和女方现身餐厅的目击照，疑似是为了女方翘课过感恩节。不过两人中间还坐着一名男性友人，而另一张照片是王源正在开车，副驾驶坐着一位女生，但女方的脸被马赛克挡住，疑似就是他的绯闻女友。随后有网友挖出女方身份是曾上过综艺《奔跑吧》的学霸李恩彤。据悉，两人于2018年出席联合国世界青年论坛时认识，拍合照时就刚好站在彼此旁边。此外，甚至有网友爆料，王源作词的歌曲《你的名字》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，就是写给李恩彤的歌。不过，王源本人至今没有做出回应，而业界人士也认为，流出的几张照片只能看出双方交情很好，无法证明他们正在交往。